车怎么样？可以啊。大家应该都不恐高吧？应该只有我弟弟不恐高。右手边就是我们的过山车。这个吗？你看这个。还是有点高的呀，这怎么这么长？轻松怕了，轻松他不敢，谁都不敢，有我不敢做的东西。你啊，哎呀，嘴强王子，哎呀，一级啊，别抖啊，千万别抖。啥叫抖啊？这只是天气有点冷，我叫一叫而已。马上就要踏上我们的过山车了，大家觉得过山车哪一排比较刺激？第一排，第一排吧。啊，第一排最不吓人的，其实最上最后面的吓人。对。哦。对，还好。哎，大哥。坐第一排吧，这我不玩。汉哥，啊，体验一下。其实这个不是很高啊，我特别害怕这。汉哥，啊，我要挑战是不是？咱们要挑战对不对？好多游客过来坐我们过山车，都是全程举着手的，你们可以挑战。对，是吗？挑战一下对不对？啊，这是过山车啊，汉哥。上了这个阶梯，他就没有回来的。不。哎，跑了，轻松，快。我相信你可以的，妹妹。他不能跑哦。我相信你，你是最棒的。走啊，走啊。我好害怕。第一排。我好的。不，我。我们有没有？谁给我坐第一排？我给你坐第一排吧。来。咱俩坐第二排吧，咱俩。真坐啊。你不是整一下？啊！这安全吗，老哥？安全吗？安全吗？安全，你放心吧。这，你们这没有出现过什么意外吗？你看我有点，看我这样这个表情啊，不带变的。轻松。啊，这个有多长啊？一公里高，75秒，75秒。哎，这个好像是突然加速的。哦，这是那种突然加速的啊，小心一点。好，再来一圈，好，再来一圈。啊，不。好，玩一圈，没事儿。完了，转个圈儿。高原还是很淡定的。easy。哈哈哈哈哈！还没缓过来。是。没事吧？驾驶还好吗？我有点恐高，你知道吧？腿贼软了。发现他们坐的那过山车都挺怂的，就是他们平常在站里的样子根本不太一样。和消防员们也有感情了吗？
一起出来玩的时候，也觉得很像兄弟团出街的那种感觉吧。基本上这么多年在站里没有过这种机会，就是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很少，其实非常非常少，其实也非常珍惜这次机会。大家一起在一起，无论干什么都很开心。鲨鱼馆里面用餐。哇，这餐厅还蛮好的。说实话，我不太会吃这些，怎么吃啊？拿刀捅一下。你看，就这么抠出来一下。哦。嗯。很好吃啊。还挺好吃的。桃子好吃，蒜香的。别哭，忍住。芥末，放芥末。你吃了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是一样的。别哭，忍住。今天出来有没有一种职业病？可能我出来的时候，到某个地方就会非常注意它的安全通道啊。你的小火山在哪里啊？那个，你知道这叫什么？喷水枪自动的叫炮，炮对炮，对，它会自动跟随火源。对，是吗？这个这么厉害？对。那你们觉得参加这个节目之后，跟之前有什么变化？会灭火了，应该会更注意用火安全吧，包括给身边人普及一下用火安全吧，因为这玩意儿属实烦人，争取做这辈子不给你们添麻烦的，至少。我觉得有这一段经历，该报警还是要报警，不能说逞能。对，我先边报警边灭火可能。你说如果我现在给你放，突然间给你放几年，你听到了，你会不会往回？不会，不会。就我们像平时刷抖音的时候，突然刷到一个锦鲤，我们会习惯性往外冲的。是吗？真有的。你当时那一刻，你也不知道是手机里的还是外面的。对，上次有一次就全都往外跑去。像我们现在听到警员反应，就是只要有那种比较大的声音，我们先是停一下，咯噔一下，那一秒钟再判断是警铃还是起床号，把起床号啊送下来。今天早上听到起床号，你们醒了吗？别乱放，你这孩子。You say say you one day day。哎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放一下。你们不得把我杀了？哇，你要睡觉的时候放一下。嗯。我估计你今天真的，那明天早上起不来了。老看那鱼都流口水，现在。想一想刚才那个表演的那个金，如果冲到这个里面来，他一进来就。为什么？你要被打了，我跟你说。我被反将一军怎么办？我跟你说，今天晚上他睡觉。我在耳边放，你知道不？对，那完了，我要躲起来睡觉。我跟你说，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天你过生日的时候，会被抹成这样。哎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，突然之间就明白了。太调皮了。我们拍张合影吧。来啊，在这个海洋馆。可以吧？都有吗 ？OK。三二一。咋了？我觉得要给萧贤带一个这种东西，这个挺可爱的。嗯，可以。这是披肩。对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眼睛没了。这个可以。这个头围我可能戴不了。哎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可以买仨。这下面要高班长。矮门矮门的啊。啊。高班长。那这个呢？你给你老婆买一个。这个送给你们俩，就有一个大宝宝以后。好不好？对，我给妍希买点东西吧，给她来一盒奥特曼。嘿嘿，拿个这个吗？对，她长得像这个，妍希。张妍希，相信光。把这个送给老秦，这个行，送老秦，这个姿态挺像的。他不是他，他说他睡不着觉啊，抱着，希望有个东西抱着你。跟中午睡得挺好，躺了好久，然后才睡。你是咋的了，有点？我一到晚上就是，就比如屋里有个人就行。孤独是吧？就慌。这个呢，这个盖胸哥脸上，让他不打呼噜了。可以。
来吧，来，继续。你选好了吗？买了这么多。行，到时候看吧，随机的。对，随机，随机送。小孩才做选择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怎么还有奥特曼呢？啊，那给小孩买的。给小孩？哇，喜欢不这个？喜不喜欢？小秦，我给你买一个睡觉抱的。哇，怎么样？我睡觉在抱的，我有一个抱，我睡觉在搂个人，我有个抱。不需要这个，我没给你想好，你睡的时候没打呼噜。约法三章，好吗？你现在给我站这儿，给我站这儿，约法三章，好吗？我想看看视频，因为我不相信我能做成那样子的。一定的，我不相信，连叫都没有叫，老秦走没有？我不相信，你自己喊没喊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没，但是我觉得有眼神的对视吗？没有。咱俩你没看见我走吗？叮叮叮叮，我看着就只有你们的后脑勺，太伤感了，真的。哎，毯子这是？不是毯子。围脖，怕你冷，晚上声太大就直接勒死。妍希，我送你一个特别好的礼物，你转过去，我给你看。什么东西啊？妍希，我送给你的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晚上抱着这个睡，人家这好歹是软的，我晚上抱着这个睡。你要相信光，对不对？这可爱啊！喜欢吗？我这晚上睡觉多舒服啊！我就只是简单的带一下，带一下这个，会动的，还有一个会动的呢，对，就有动的什么意思？这可爱的，这个，可以给我唱一首《朋友》吗？